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要向他唱诗歌颂，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要以他的圣名夸耀。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弟兄姐妹请起立，让我们一同唱圣诗，新圣诗第270首，当肃静，当恭敬。让我们一起用使徒信经来告白我们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母，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
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让我们依然站立，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感谢您的恩典，带领我们平安经过一个礼拜，带领我们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期间，透过网络直播一起来到主的圣殿敬拜，并寻求主的话语。在疫情日趋严重的期间，我们除了迫切地向主祷告，求主的大能施恩赐福，能使疫情能尽速缓和，我们也要感谢主借由这次的疫情将我们摇醒并指引我们。我们不能只靠自己人类的微小力量，要重新依靠上主的大能。我们要再次感恩之前上主赐给我们的富足生活、自由与健康。我们在这个时候了解，能拥有这些并不能视为理所当然，我们随时会失去。在防疫期间大幅度的缩减活动的时刻，感谢主能让我们停下脚步，让我们清楚看见我们平常是如何迷失在忙碌中，反而没有时间去正视基本且重要的事情。借由人类的活动大幅降低，南极破裂的臭氧层开始愈合，让我们也再次体认环境的重要。我们对于疫情的恐惧也让我们不得不正视与面对这个其实困扰我们很久的情绪。求主让我们学习用爱、包容与支持来关怀彼此，也让我们重新审视生命的意义。感谢主让我们重新体认到地球的环境必须改变，以恢复到最初的美好。新冠病毒终将成为我们的一部分，世界正在变得不同，面对疫情我们更必须团结在一起。求主保守我们永远怀着感恩惜福的心，保持警醒，并有足够的智慧与能力度过这次的疫情。让我们一起为教牧团队祷告，在疫情期间持续的透过网络、线上会议、电话等等方式，竭力的让教会能持续的运作，鼓励会友彼此互相关怀。愿上帝保守教牧团队的家庭、侍奉与身体的健康，都经历他丰富恩典的供应。让我们一起恳求天父保守与赐福身体有病痛而不能来到我们当中的兄姐，以及目前接受化疗与住院中与刚出院康复中的兄姐与教会的长辈身体祷告。我们也为教会中有家庭成员需要居家检疫或者隔离的家庭祷告，求主保守他们身心的平安与身体的健康。求主带领今天在线上的每一位兄姐，在这礼拜中能更亲近神，并透过陈光胜牧师的讲道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存着敬畏神和感恩的心来领受。我们这样的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起应文，起应文48，以赛亚书第53章。谁会相信我们的传报？上主的大能向谁显现呢？这是上主的旨意，他的仆人要向幼苗抽芽，像花草在干旱的土壤里生根。他既无威仪，也不英俊，不能吸引我们的注意。他的仪表平凡，不能引起我们的醒悟。他被藐视，被人弃绝，他忍受痛苦，紧紧忧患，人都掩面不看他一眼。他被藐视，我们不敬重他，但是他承担了我们的忧患，他担负了我们该受的痛苦。我们反认为他该受责罚，该受上帝的鞭打和苦待。为我们的罪恶，他被刺伤；为我们的过犯，他挨苦打。因他受责罚，我们得痊愈；因他受鞭打，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像一群迷失的羊，各走自己的路。但我们一切的过犯，
上主都使他替我们承担，他受迫害，受虐待，但他一言不发。他像待宰的小羊，像被剪毛的羊，他一声不响。他被拘禁，受审判，被处死，没有人关心他。他为了我子民的罪恶离开人世，为了我子民的过犯被置于死地。虽然他从来没有凶暴的行为，也没有撒过谎，他却跟邪恶人葬在一起，他和财主共墓穴。上主说，他挨打受苦是我的旨意，他的死是赎罪的祭。他会看到自己的后代，他有长久的岁月，借着他我要实现我的计划。经历了一生的痛苦，我的仆人要重新得到喜乐。他必知道受苦不是徒然。我公义的仆人将因认识我而使众人成为义人。为了他，我要赦免他们的罪。所以我要使他在伟人中有地位，在强盛的。他自愿牺牲生命。承担罪人的命运，他担当了众人的罪，为他们的过犯代求。接下来是献乐，我们选取的是本会2019年4月7号的主日录影，陈长波弟兄的小号独奏《分我重担》。
愿主悦纳常伯弟兄的乐声。接下来读经，以赛亚书53章第4到第5节。以赛亚书53章第4到第5节。第4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是被上帝击打苦待。第5章，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因他受的惩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愿上帝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本堂陈光胜牧师，今天要传讲的信息是从何萨拿到把他钉十字架，从何萨拿到把他钉十字架。感谢主，让我们依然能够透过网络直播的方式一起来做礼拜。我想我们是真实来到上帝面前敬拜，我们敬拜的对象是创造天地的上帝。所以如果你现在是躺在床上，或者是一边吃东西一边在看礼拜，如果身体许可的话，请让牧师邀请你先按暂停，起床，停下手边的食物，拿起你的圣经或是手机上的圣经软体。当我们准备好了，就一起来到上帝面前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阿爸天父，愿我们不论情境如何，我们依然专心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愿我们单单看重你的话，让你的话说的听的都真实明白。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几年前有一个让许多人惊讶的新闻，那就是有许多的神明无缘无故的被砍断头丢到路边。也差不多是那个时候开始，许多地方的神明都会被重重的铁栅栏包起来，生怕没有做好保护，这个神明又会无缘无故的被破坏。以赛亚书对这样的情景有非常精彩的描绘，若可以邀请你翻开你手上的圣经，看以赛亚书44章15到17节。以赛亚书44章15到17节，这里这样说：人砍伐树木，这树人可用以烧火，他自己取些烤火，又烧着烤饼，而且做神像跪拜，做雕刻的偶像向他跪拜。他把一分烧在火中，把一分烤肉吃饱。他自己烤火说：啊哈，我软和了，我见火了。他用剩下的做一神，就是雕刻的偶像。他向这偶像俯伏叩拜，祷告他说：求你拯救我，因你是我的神。同一块木头却产生了不一样的价值，不是因为这个木头的能力很强，而是因为人们常常随着自己的期望来使用它。这几年各式的诈骗案件层出不穷，人们为了想赚钱，只要听到有好的投资机会，真的很难控制就陷入其中。翻翻去年的诈骗新闻，你会看到绿能、第三方支付、机制的代养代售、股权投资方案、投资外汇、比特币，只要热门的议题一出来，总能成为诈骗之人的题材，然后一个骗过一个，每个都是几个亿以上的金额在流动。可以看见这当中被骗的人损失惨重，他们生命从极大的希望转为极大的悲哀，那样的痛苦可以看见。这些人本来从自信满满的可以赚大钱，陷入了一个全然无助的生命境况当中。上次讲到分享中，我提到第一要紧的是什么？
我说以上帝为主的生活，生命必然丰富有余。而这个必然丰富有余，就有人觉得奇怪了。他说，我信上帝那么多年，并没有因为这样让我发大财，或是让我为生活少担一点心啊。这礼拜我们将要进入棕树主日，就让我们从这个棕树的意义一起来思考，我们在跟随上帝的这条道路中将进入什么样的丰富，又能如何经历这样的丰富吧。长期受到外邦异族管理的以色列人，一直都不甘于遭受压榨管理的处境。历代的宗教领袖与政治领袖更是期待能透过上帝恩典的带领，让他们脱离受制于人的处境。马加比王朝以后，以色列人更是觉得上帝的恩典就在眼前，只期待一个真正的弥赛亚出现，这是一个能够像摩西一样提供政治上的力量，更能提供经济上需要的一个真实的领导人物，让以色列人像脱离埃及般的脱离罗马政权的管理。所以当我们在圣经上面看到，不论是博士朝见耶稣，或是圣殿中的人看见耶稣所说的话，甚至你在看玛利亚之歌，众人雀跃，上帝要此刻翻转以色列人的处境，复兴以色列人王朝，那样充满欣喜的感受是一点都不夸张的。像摩西一般的对抗力量超强的政权，像大卫一样管理着以色列众百姓，使人民在万邦万族中抬头挺胸，耶稣可以算是当代最值得令人期待的人物。从福音书中，我们看见耶稣的神迹奇事不断。纵使是木匠出身，讲话却不同于一般经学教师。耶稣说的话大有能力，耶稣的作为充满力量，有病的人得医治，甚至四五千人以上的聚会场所也都能在心灵与身体上得到饱足。尤其圣经中记载四五千人还可能只是统计男性的数量，如果把男人以外包含女人、小孩甚至外邦人都计算进去，可能每一次集会都超过一万人以上。当时许多村庄总人口也不过三四千人，可以想象每次当耶稣要求他们分排而坐的时候，就很像是伟大的领导者在组织民兵清点人数一样，那是如何令人雀跃。约翰福音第六章，可以的话请一起翻到约翰福音第六章，清楚的记载六章十二节说，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他们便将那五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十四节说，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来到世间的先知。不要轻看这个对先知的期待，事实上这就像摩西的身份一样令人感动。生命记三十四章第十节，生命记三十四章第十节说，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可以看到
这里的先知指的就是直接从上帝而来，带领以色列人民经历脱离政治与经济压迫管辖的人物。这样的感动到中树节这一天更是到了高潮。依照传统，已经在耶路撒冷的人通常会欢迎抵达的朝圣者，他们会把树枝放在路上。棕树枝是祝棚节的时候使用，但必须从耶利哥带来。自从马加比王朝之后，棕树枝已经成为犹太国的象征之一，常常用来庆祝军事的胜利，也可能在百姓当中兴起政治性弥赛亚的盼望。当他们对着耶稣呼喊说何塞纳何塞纳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何塞纳翻译成中文是哦拯救，也就是当耶稣骑着驴驹进城的时候，众人对着耶稣大声呼喊着哦拯救者啊，哦拯救者啊。想想看，多少人夹道欢迎着耶稣，对着耶稣喊着哦拯救者。我们可以看见多少人期待耶稣成为他们的革命领袖，带领他们经历一个新的出埃及经验。不过既然是罗马政权管理下的以色列人，耶稣又不是出于宗教权贵中的权力者，当然各方势力无法看好耶稣散发出来的群众魅力。事实上，就算耶稣真的是上帝派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罗马政权管理的先知，掌握权力的宗教与政治领袖团体又怎么可能让这件事情称心如意的发生呢？或许你听起来这是很令人惊异的实况，但是这群拥有权力者想要对抗的不是耶稣，而是从耶稣而来上帝的主权。上次我们分享的时候提到葡萄园的比喻，耶稣正是如此的说，当园主要来回自己葡萄园收成的时候，这些代为管理的园户可无法轻易的释放权力。也就是这个时候，当人民期待由这些宗教政治领袖认证的上帝之子完全的被否定了。是的，众人对耶稣的期待与耶稣真实身份的价值完全颠覆了人们本来的理解。当人们认为耶稣是君王，要来带领他们脱离罗马帝国的辖制，从宗教与政治领袖的口里听到的却是耶稣是一个自以为是亵渎上帝的人而已。再加上耶稣不为自己辩护，好像失去能力一般的没有做任何的抵抗，众人们想到一直拒绝成为他们领袖的过往，一个由爱生恨的情感，让他们本来呼喊着何塞纳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那群群众，变成了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可怕的恶徒。我们从耶稣门徒彼得的反应可以印证这样的落差。四福音书同样都记载了彼得所说的这句话，马太福音26:33，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马可福音说一样的东西，马可福音14:29，彼得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路加福音22:33，彼得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苦，
也是甘心。约翰福音13:37，彼得说：主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我愿意为你舍命。约翰福音13:37说：我愿意为你舍命。一个在耶稣面前跟随耶稣最少2年半以上的人，一个看起来意志坚定的门徒，甚至都能说出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这样话的人。我们甚至看到耶稣被抓的时候，他是想拿刀起来护卫耶稣的彼得。在看见耶稣被抓，宗教领袖审问耶稣的时候，他做了什么事情呢？是的，彼得3次不认耶稣。许多人都难以理解，为什么彼得曾经那么肯定要跟随的人，却在耶稣遭受审问的时候背弃了耶稣。因为宗教领袖的立场，让彼得在那瞬间失去了方向，也让他怀疑起他这段时间跟随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跟从耶稣的彼得都如此了，盲从的群众更无法脱离这样子的错误当中。当宗教领袖诬告耶稣的时候，群众完全失去了理智，觉得自己被骗，觉得自己的希望落空了，觉得自己的利益受损的。是，耶稣不如人们期待的作为，甚至连自己的生命看起来都保护不了的时候，绝望的众人决定要杀死他。我们的生活是不是也常常面临这样的情境呢？最近连让全世界恐慌的疫情，每天都超过1000000个家庭失去所爱之人。我想也有更接近目前你生活处境的，譬如考试不顺利，感情出问题，家庭失和，工作卡关，经济缺乏，生命痛苦的不知如何是好的人大有人在。其中我们在各自的出埃及经验中都体验过上帝美好的带领。这个时候，当我们面对生命困境的时候，我们更是期待上帝特别的工作，让我们经历脱离苦痛的情境。这时候如果你又看到许多兄姐的见证，这些都在加强我们看见上帝作为的美好。我们的祷告从描述困境到祈求上帝恩典的供应，毕竟这些令人感动的生命见证，其中有许多美好的特例。接近神迹般的实况，更是让身处困境的人如溺水中看到浮木，令人不禁想要紧紧的攀住，就怕自己与恩典错过了。不过祷告的时间久了，看似没有改变的处境，很容易让人们慢慢失去耐性。对上帝的祷告，从期待上帝的作为，若是你还有一点点信心，或者是对上帝的相信，你就会变成了求上帝让自己有平安来接受现实。无法立即改变的生命处境，没有像其他人一般神奇的生命转变，使得人们对于祷告的力量变得微弱不堪，甚至有些兄姐几乎要放弃祷告了。我想我们一起来翻一处约伯记的经文，你会发现它更深刻在描写这样的情境。在约伯记30:16说：现在我心极其悲伤，困苦的日子将我抓住。17节，夜间我里面的骨头刺我，
疼痛不已。十九节，上帝把我扔在淤泥中，我就像尘土和炉灰一般。二十节，主啊，我呼求你，你不应允我。二十一节，你向我变心，待我残忍。非常符合许多生命困境的人心中的悲悯。其实如果还能做出这样子的祷告，代表对上帝还有那么一点信心。但是可能许多人到最后就真的放弃祷告了。我们其实可以常常听到的一句话，那就是有没有祷告有差吗？有没有祷告有差吗？有差，当然有差，而且差很多。看看以色列人嘛，虽然耶稣当代的人们错解了上帝的话，把错误的盼望放在耶稣的行动上，但是上帝并没有因此离弃他们，停止救赎的工作。事实上，以赛亚书正清楚明白，借由上帝仆人的行动来告诉我们，纵使众人偏离了上帝的道路，上帝的恩典却从不离开我们。今天的经文，以赛亚书53章，是著名的受苦仆人之歌。许多人常常拿这段经文来表示以赛亚指着耶稣所说的预言。事实上，这段以赛亚的叙述或者是论说，不完全算是他的预言，而是以赛亚在论述上帝仆人的面貌。这样的面貌的确由耶稣来完全，不过从以赛亚时代，不论是那个时候开始或更早之前，这些上帝的仆人可是前仆后继，一个一个摆上自己来完全上帝的恩典。兄姐们，我们可以继续翻往53章的前面，翻52章，你可以看到以赛亚书从52章开始就在述说上帝的救赎，从来都不是因为人们付上了什么代价，乃是因为这就是上帝的作为。这样的作为显明了上帝正是上帝，上帝不是人们所相信的神明。上帝的作为透过这些愿意回应上帝仆人来彰显。这些人的重要工作就是呼唤众人转向上帝，领受恩典。如果是你相信的神明，好像是你来看着神明来帮助你，但是今天是上帝成为上帝，而上帝主动的邀请人们转向他，那是完全不同的面向。也就是这样的工作，我们看到53章上帝仆人的宣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有圣经翻译成所传扬于我们的有谁信呢？不管如何，这样的宣告让我们看见53章强调，这些人不是因为长得好看，因为个人的魅力引人归信，这些人尽力的摆上，却付上了许多代价，依然没有好的回应。这些人是为了让人们转向上帝，纵使吃了许多的苦，亦不放弃。只因为上帝的恩典正在透过这群人传递出去。人们都可以看到这些人所受的苦，但是人们常常没有意识到，这些人会吃这些苦，正是因为人们偏离不听上帝的呼唤。刚刚说到耶稣完全了上帝仆人的这个工作，事实上这艰巨的任务，经文提到，请一起翻到以赛亚书的53章第10节，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
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其他受苦仆人就像一次又一次的赎罪祭，但是因为耶稣一次的摆上，不再需要其他受苦仆人的摆上。事实上，重点还不只是这个摆上，更是因为耶稣的复活，我们看见希望。想想看，一个能支取上帝力量医病赶鬼使众人吃饱的耶稣，都需要面对这个世界现实的杀害，我们可以知道这个被破坏的世界带给人们的伤害是多么的难当与沉重。而耶稣的复活正告诉我们，我们或许知道但是无力转向上帝，但是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将能得到真实的力量，并且因为这个力量转向上帝而拥有真实蒙恩的生命。这时候回到我们刚刚讲的重点，祷告有差吗？当然有差。祷告正是透过耶稣来到上帝面前，承认自己的软弱。祷告正是愿意回到上帝面前，告诉上帝说，我愿意将眼目转向上帝。祷告是指自己放下自己的掌控，自己救不了自己，只能依靠上帝，跟随上帝。祷告是放下中恕之，不再祈求自己的救世主，乃是愿意定睛上帝的道路，跟随耶稣的脚步。以色列人拿起中恕之，为的是要建造他们心中的革命英雄。我们放下这样中恕之的概念，是让我们不再祈求生命中的救世主，乃是愿意跟从上帝的道路。那么耶稣的脚步是什么？是平静安稳？是财富或是问题得以解决吗？当然不是。耶稣的脚步是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就是上帝要我们认识他，跟随他，并愿意摆上自己的道路。这条道路带来人们真实的和平相处，也让人不彼此亏待。有人认为这条路是公义之路，是所有的人都能得到平等与尊重的道路。更有人认为这条路是上帝从创造之时便为世界指出的平安之路，为要这个他所创造的世界在彼此尊重、互相扶持中成为至善。不过只看到上帝的公义与世界的美好显然是不够的。要知道上帝知道我们的软弱，当我们在限制中有所匮乏的时候，上帝的恩典绝对是够我们用的。有故事这样说，以前教会在外墙都会刻上或印有信耶稣得永生的标语，年久失修，有时候永生少了一点，少了一画，就变成了信上帝得水牛。有农夫就跑来问牧师说，牧师啊，信上帝真的能得水牛吗？信上帝会得水牛吗？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你，但是信上帝必得足够的供应，这是千真万确的。许多人为了强调上帝的十字架，轻看了强调上帝供应的人所说恩典的话，有些人又因为十字架太难吸引人而只强调上帝的恩典，这在转向上帝的道路上都是不够的。上帝的公义让我们看见人类该回应的价值，而上帝的恩典让我们经历软弱的支持。谈到这里，让我再强调一下关于宗教教育的问题。我们从图片上面可以看到，这有两张图。一张图呢，大概是在四五十年前的和平主日学；一张图呢，是这两年主日学现实的图片。
当我们来看到四五十年前这儿童主日学的小朋友，你大概可以理解这群人现在就是我们的不论是六十岁或七十岁的长辈们。我们来想想关于宗教教育的问题吧。许多时候，当人们一时之间没事做的时候，拿着手机一直滑滑，成为一种必然的行动。父母亲带小孩的时候也是如此，尤其忙碌的时候，好像塞一台手机或平板给孩子，总能得到片刻的安静。不过当父母的人发现好像孩子越大，手机几乎用过头了，却没有注意到孩子使用手机的习惯，其实都是我们成人造成的。我们的典范不是透过语言，而是透过行动直接的传递给我们的孩子。今天我们纵使知道，原来眼目转向上帝才能转变眼光，改变眼光才能因为真实的理解而跟随上帝，并有充实丰富的人生。我们若没有注重孩子的宗教教育，这样的理解对我们的孩子一点帮助也没有。我们的孩子需要从我们的身上看见信仰真实的行动，透过行动才有真实的信仰。就算是照片中这四五年前我们的信仰长辈成为今天我们的祝福，我们怎么样让现在图下面的这群孩子四五十年以后成为他下一代的祝福呢？最后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当我们想要使用上帝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上帝一点也不好用，他不依照我们的时间回应我们，他甚至没有依照我们的期待供应我们。上帝不像是一个电器设备，只要熟读说明书就可以知道怎么使用，更何况我们可能连说明书都没有读完。事实上，上帝正像我们生命的导师，我们舞台上的导演。当我们越来越了解他的心意，跟随他的脚步，我们必会有新的眼光，走在一个充满盼望与力量的道路中。我们不会害怕告诉他我们的软弱，不会不敢跟他祈求我们的欠缺，但是我们也不会以满足自己的肚腹为生命的价值，乃是愿意更明白他的心意。愿我们的一生成为众人的祝福，荣耀上帝的名。转向上帝才是改变我们眼光唯一的方法，转向上帝才能让我们不再失望，而无力的时候呼喊主耶稣的名，将帮助我们有力气再往前走下去。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阿爸天父，主耶稣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但主啊，让我们不只是把它当作一句真理供奉在那里，乃是让它成为我们生命的见证，生命的力量，也愿意我们真实的透过主耶稣转向上帝的时候，我们看见生命的价值与意义，我们就不落在世间的慌张与惊恐中。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一起起立，用开我眼睛使我看见来回应。
站立，虔诚奉献我全身来做感恩的回应。奉献，弟兄姐妹请坐。奉献是基督徒感谢上帝恩典的一种回应，出于甘心乐意的人将经历他丰富的赏赐。在防疫期间，鼓励会友们可以用银行转账、邮局汇款等方式为教会奉献。教会的奉献账号可以参阅周报的内页、教会的网页，或者是教会LINE群组里面的贴文。这时我来报告，和平教会因应武汉肺炎的相关措施，第一项，教会防疫期间将于每日晚间7:30关门，若您有事需要前来，请务必先打电话来教会预约。第二点，因应公众集会防疫指引，需确实登记来访资讯，在一楼请会友确实刷卡签到，若没有登入卡片资料，请洽一楼的干事登录。第三点，教会已成立消息发布LINE群组，请扫描 QR Code 加入，并请各位会友注意，群组为发布讯息专用，请各位避免在群组内有任何的回应，不管是收到或贴图也都不需要。如果不小心留言了或贴图了，也请尽快的收回。第四点，请大家用直播的方式参加礼拜祷告会。祷告会平常的周间是周四晚间7:30，牧师教牧团队们也会准备和平之声，每天的下午5点。教会的 YouTube 直播平台连结以及 QR Code 如下。若遇断讯的话，请关闭 YouTube 再重新启动，就可以排除故障。小会3月18号公告的消息有几项来跟各位报告。由于近日境外移入武汉肺炎病例大量的出现，台湾宣布禁止外籍人士入境，考量会友与国外返台亲友的接触频繁，还有教会幼儿及长辈的防疫安全，教会自3月19号起暂停实体主日聚会至4月底，改由网络直播，时间跟平常是一样的，8:30华语、10:00台语、11:30华语，3堂礼拜。第二项，所有的周间聚会暂停，祷告会改由网络进行。第三点，教会防疫期间进出管制仅开放一楼，但教会办公室的全职同工以及教牧团队依然正常上班。第二，刚刚有提到平常周间的祷告会是在礼拜4，但是下个礼拜会比较特别，下礼拜是受难周的祷告会，我们是在4月10号的礼拜5晚上7:30将网络直播受难周祷告会，请预备心留意时间来准时参加。第三项，清明节家庭礼拜程序单，清明节家庭礼拜程序单已经制作完成，请参阅教会消息栏的公告栏上面的连结，另在消息公告栏的群组也有，或扫描 QR Code。
第四点也请各位兄姐特别留意啊，那五月份又到了报税季节，所以要领取108年奉献证明的兄姐请留意，鉴于疫情的关系，108年的奉献证明预计于4月21号起发放。领取的方式分为两种，第一个是邮寄，第二个是清洽教会一楼的保全处领取，有这两种方法。那教会办公室为了先做先期的预备，所以这边提供了一个线上的表单，那各位兄姐可以连上这个表单去填写表单里面的资讯。第一个，你可以选择你需要邮寄还是要亲临教会领取。那如果你选择邮寄，表单里面还有其他的细项，比如说要确认您的姓名，有没有同样一个家庭要一起领的，然后还要最重要的是要邮寄的地址在哪里，在表单上面都可以填。那如果您不方便使用线上的表单，你也可以致电给办公室，然后告诉办公室的干事你要用哪一种方式领，然后一样，如果你选择邮寄，你要提供足够的讯息给办公室。第五项，关怀站的消息。本会社区关怀站以及共餐，依市政府109年3月19号的防疫会议的决议，考量疫情的发展以及经防疫专家的建议，因为老人族群的风险较高，所以我们延长停办至6月底，届时再评估开放的时间。有鉴于以上的决定，第八期关怀站所有的课程以及未使用之共餐的费用将于4月7号起退费，可于上班时间至一楼范弟兄处领取。第六项，我们已经有很多兄姐透过转账的方式奉献，但是这边还有两笔资料，我们不确定是哪一位兄姐奉献的，所以再次提醒，那各位兄姐在透过网络银行转账奉献之后，一定要跟办公室联络您的姓名、你奉献的金额，然后是哪一天转账的，这样办公室才有办法把这笔奉献金额跟奉献的兄姐取得连结，以便明年能够正确的开立奉献证明。所以这边我们还有两位兄姐的讯息办公室不知道，也欢迎也请看到讯息的来尽快跟办公室联络。接下来我们请弟兄姐妹起立，我们一起唱颂赞新圣诗第388首，荣耀归天父上帝。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愿亲爱阿爸的看顾主耶稣恩典的怜悯，圣灵的大能大力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如果您有需要礼拜后可以留步，我们的牧长愿意与您一起祷告。默祷散会。